看一下压最后压轴加纳的。哎，来来来，因为这个一个音感，对，有一个音感是我的梦想。我们在乌克兰大部分人都是用浴缸泡澡，所以之前我在台湾住的房子没有浴缸，我觉得超级困扰。但是现在有这个浴缸，我很开心。我们有东西就是保养我们的脸，你们不要认为是我自己保养，是不需要保养，都是他买的。我们在这边也有超级多东西，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放药，因为台湾超级潮湿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浇羊还是收羊还是别的部分羊，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药。好，现在给你们看我们的浴缸啊，我们的厕所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用厕所的时候，你的屁屁会很温暖。但是日本的厕所吧，对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还有浴缸，这边有一些我们洗脸的东西，洗美美的东西，那边是洗头发的。哪个人？那个是那个，是我们的猫咪的。我们的猫咪也有自己的洗猫的。你要不要洗澡？你要不要洗澡？哎呀，哇，哎，也是蛮干净的啊。刚刚特别有讲到那个，有一个是洗美眉的。嗯，假如没有用洗美眉的洗美眉，美眉会不开心吗？或者是美眉会不舒服吗？会会会会，因为台湾很潮湿，所以妹妹很容易发霉。发霉发霉，真的要用特别的。你是说，如果你没有用那个洗的话，就会你妹妹会变成像强强的漱口杯，会发霉的，基本上就会发霉，有豆腐渣。打霉打霉。好 ，OK， 刚刚有讲到说很多的上厕所，大家有一些癖好嘛，对，有一些要仪式感等等的。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丰田先生，我的习惯是不关门，上厕所不关门。真的吗？因为为什么？国小的时候很怕密闭空间，所以我就开着门，然后跟爸妈聊着天，边聊边大便什么的。然后后来当国中的时候已经不怕了，但是那时候也同时学会。哎，哇！那如果我已经不怕了而才关起来？我怕被爸妈觉得啊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偷偷坏坏坏坏？我到现在都是。所以你刚也开着，也开着，给爸妈看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啦。哎，我上厕所也不关门啊。不关门吗？对啊，大便也不会关门啊。哎，为什么？这个要收门票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妈妈也不会经过啊。那如果你有男朋友的时候，你会关门吗？会。哎，会。男朋友就不行，女生朋友不行，女生朋友。我会，他对方会介意啦。哦，对，好，有还有谁？来，小钟哥。我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会放一些，除了看手机之外，我会放一些歌来听，然后帮忙自己来大便。嗯，我喜欢放那个施孝荣的《归人沙场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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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真的会。哦，我的肠胃。开始在蠕动了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它一直要往下掉啊，好鼓励人心哦。再想要大便，你可以改歌，就可以听这个东西，可以帮你的心情愉悦。然后这个主题曲之后，你听的是不是现在有点想有变异了，对不对？有在探头，在探头，哎，我已经探出来了。在叫我妈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你好适合演大便哦，漱口。好，来，还有什么？哦，真的，我 Blackpink 是哦，你都听 Blackpink 的歌吗？对，我跟小钟哥一样，我上厕所一定要听噔噔噔噔，然后就会一直拉一直拉，对，就是会帮助排便。哎，那这个点啊，就病就把它剪断，不，啦啦啦，剪断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。深入其境，深入边境，对对对对。那因为我就是带手机进去边听，然后就边滑手机，然后边大便嘛，所以就是常常会有困扰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跟我一样，常常会就而且又坐太久，不太喝水，对，然后
我又很喜欢喝，就是有时候会偷喝那些含糖饮，真的是偷喝，因为我们在控管我们的体态嘛。是。那我就是如果真的不喝水的话，不喝水。对。首先不喝水，又喝含糖饮料，对。然后压力又大的时候，整个就是大便不出来。对。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这个有感想要去上厕所的？哦，我好，大家再来聊聊看上厕所的特殊癖好。还有啊，来。我有一个很娘的特殊习惯，就是我上一号的时候，我都是坐着的。从啊，这对女生来讲是加分的。很多男女朋友因为男生尿尿永远都尿不准，尿到旁边，然后就是分手。再准就一定会，不然就是水会溅出来，会弹出来。哎，你是加分哦，因为对啊，你反而是想要用扣分的，反而用扣分的方式来加自己的。对，他故意讲自己不好，其实是夸自己。女生是我妈教我的，然后因为坐着习惯了，然后我的干女儿就是她。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常来我家玩，我就帮他买了一个小朋友可以坐在马桶上的一个小凳子，就是他的脚就不会悬空，就可以踩在上面，然后小朋友就比较好上，然后那个马桶的洞会比较小，它有两层的盖子那一种。结果后来他长大了，那个凳子一直在那边，我都没有移动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说，那干脆试试看好了，你踩踩看那个凳子。对，然后就没想到我的那个非常二号非常的顺，然后来意思是因为你踩住角度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吧，你这样对，啊，肠子跟口的那个会比较同顺，就会直接这样子，那个姿势这样是不是？他不用转弯啦，不用转弯，他不用转弯啦。那个扁扁有时候出来的时候，他还要这样，对对对，要转一个弯，转一下。他这个直接就有点像滑水道，这样竖起来就出来了，哎，对对，就顺哎。扁有时候出来的时候，他还要这样，对对对，要转一个弯，转一下。他这个直接就有点像滑水道，这样竖起来就出来了，哎，对对，就顺哎啦。我有试过这个方式，问题是尿尿。尿到外面去，对，原本是这样子往下嘛，往下嘛，对，因为这个脚这样开了，所以机器是往上的，会这样子抛物线，我都看到家里可以看到彩虹了，对，真的手要压，的确啊，手要压住了，要压啦，压不住吗？对不对？要压哦，特别啦，这个但是有帮助到排便顺畅，其实重要，是真的，试看看。好，人真的是习惯的动物，所以要养成好习惯，好习惯。哎，今天这样大家一检视下来，发现其实还大家都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而且厕所也都蛮干净的。对对，尤其是强强的厕所，谢谢大家，念旧念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不浪费时间，好吗 ？OK， 接下来我们这个要良好的习惯继续保持下去，身体健康，排便也顺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：台湾言论自由，有中天才完整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